因此也推掉了所有的包括电影赛事还有很多事情。我希望呢能够在年轻搏击当打之年也能够真的见到更好的自己。我不想占任何便宜，我没有在他们比赛的时候我这次去训练啊让他们成人战，然后对我不这么干的，因为我反正自己有事情做，比赛不是我自己主要的因素。